我答应过你，我一定可以。不到结局，不想说可惜。Yeah， 今夜把手机都关机，陪我的余阳比万里，都在乱暴瘦的 JD。屏蔽掉该死的风雨，被装得很同情，死心求冤鬼，你怎么再次被拒之门外？自作了多情，谁要你多嘴？冠军的好胜心早已不在。透过心爱的镜头，发我安慰的电邮，悲情剧情的应用，除非来自我亲口。被雨桐夹杂着眼泪的瞬间，我已经让他们随风而过。咒语夜颠倒过自私的蜕变，更清楚道歉在 fight for what。 我答应过你，我一定可以。安迪，你介不介意我现在录像？可以啊。我就问你，五月十二号凌晨。五月十一号凌晨，不对，是五月十二号，反正就是5月11、12号的凌晨。华明杰，1点多是不是出去了？等一下。那我就问你一下，你知不知道那个 Key 跟他的那个室友吵架的事情？知道啊。关系不怎么好。知道。那你知道他给 Key 开了一个房间，开了两个晚上吗？5月11号凌晨3点多吧，他去给他开了个房。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他是几点钟回来的？你那天还醒着没有？聊天记录，查找内容，日期，11号、12号。你介意我看一下吗？5月11、12号应该没什么，跟接地没什么聊天内容。他有没有说我晚一点回来睡，或者说你先睡怎么样？11号凌晨没有。没有。12号凌晨也没有。那你记不记得那天他是几点钟回来的？你有印象吗？那天你可不可以回想一下，那天你有没有跟你老婆打电话或者聊天？那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？还是那天你是跟他一起去了那边那一栋那个人的房间，所以那个女孩子跑过来哭的时候，我走的时候你在弹琴。他每天都在弹琴。我给你拍了小视频，他在弹琴。5月12号。他没跟我去，我一个人去的。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去？因为我去找的那个王子他们呀，是我找的王子他们。王子他们知不知道你给 T 开房的事情？那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你就是打算开个房，是打算要睡那个女孩子？我没打算，我打算是我就把一张房卡拿过来，我不会把两张房卡都给他。你想看看他肯不肯吗？我这，那我们话都讲到这里了，我就问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是男孩子，你们会半夜给一个异性去开房吗？你们会吗？5月12号凌晨是吧？对，就是5月13号吧。不是，就是5月12号凌晨，就是5月11号的晚上。就5月11号那天晚上，我没给安迪发过什么微信。他在找啊，你别管啊。我跟他俩没啥微信上交流的，我们天天都见面。对。那所以就死无对证了，也不知道你，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给了他房卡，你们俩就去睡了一炮，然后你就回来呢？不是，调我门口的监控不就好了？我什么时候回来，监控上发出8、9点不就能调了吗？还有2、3个小时就能调监控。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总能调到吧？那行，等我就去调监控。还写吗？当然要写啊，都已经这样子了，你觉得我们两个人以后还能过得下去吗？过不下去。不会出轨了，肯定啊。
他不会出轨，他为什么半夜要去给那个什么 key 去开个房间啊？不是那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他为什么要给别的女孩子去开房，还不跟我讲？他一点多的时候跟我说他睡了，结果三点半的时候就给别的女孩子去开房。那个 key 当时不是那个吗？他跟他你们关系很好吗？挺好的，他跟我跟安迪都挺好的。对，他关系好，那为什么不是安迪给他开房，而是你给他开房？因为高哥跟他讲，让他那个看着一下那个女的，因为高哥讲过这个东西。讲过这个东西就要他去开房吗？那他不能跟高哥说让高哥来开房吗？开房这个事儿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是那个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？怎么跟你现在讲不清了？你现在我让我怎么过这个事情？他刚刚微博跟我说他也没有聊天记录了，你也没有聊天记录了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们俩真的没什么，为什么你这边没有记录，那边也没有记录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是真是，如果你们两个人继续再把我当成傻子的话，我很难保证我接下来会不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。你听我跟你讲，我跟他真的没有联系过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给一个女孩子去开个房间，还开两天？那你听我跟你这样讲，我为什么会给他开这个房间？为什么开两天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全部跟你讲，你别怼着我拍行吗？那行，那你说，那天我不是跟你说睡了吗？睡了以后，我是去找连麻的，在王子那个房间。接着说，你别哭啊，你接着说呀。然后他就来了。那天晚上还有谁？我记得我们是在干嘛我忘了，好像是那个时间呢，我不知道火炬 MV 有没有发。小姐你可以帮我看一眼吗？我正在看，是什么时候发的？你看一下我的微博，是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的。如果在12号之前火炬没发，我们就是去捡 MV 的。然后他就来了，就说他跟他的室友怎么吵架了，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这样，怎么怎么那样，就说那是有什么发作了，然后砸东西怎么怎么样。那我当时就想说，我操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就说那我去给他开个房，先让他独自住两天吧，先安心比赛吧。然后我就去把钱付了，所有的房卡，两张房卡都给他了，我自己一张没有留。甚至那个房间开出来是几号，我都自己是不记得的，我就给他就完事了，在房门口给的，我房间门都没进去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？我第一，我没跟你说，是因为那天我跟你说睡了，但是我要去找别人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就这个事够解释半天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很多次你跟我说睡了，其实你都没睡。我那没有，那真没有。只是因为那个事是什么事情，我才我估计你看到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发的火炬？我的微博应该就下面几条就有。火炬什么时候发的？4月份发的。4月底发的。哎，反正啥事儿我又过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的房间？就给完汤我就回了呀。3:40吧。行，3:40回来的时候，安迪睡了没？那我真不记得了。那我等会儿就问他。那个房间开了两天，对，你白天有没有进去过？没有，从来，我没有房卡怎么进去吗？那你有没有去过？没有，我给完他我都不知道那个房间是多少号。那你们后来有没有在微信上联系？给了他房卡之后，他有没有说感谢你或者说怎么样的话？
跟我说了，经纪人觉得不好意思，要把钱给我。咱别掰扯这个事儿了，好吧？你这聊到最后的结果，我都能想到。是什么呢？婚肯定要跟我离了。我赔几千万。好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？那天我要是来，为什么非要把我支开，去北京拍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？我跟你说，你，你一把我支开，晚上就给另外一个选手开了房间，而且还是个女选手。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评理，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就特别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我觉得你就是故意把我支开，然后想要跟别人约炮。真不是，我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为什么不提前就把房订好，一定要在那天晚上？因为你看他松口了呗。不是啊，你看那天正好呀，又或者说那天跟你睡的人根本就不是他，是别人。我没有房卡的。那又怎么样，你现在在说没有房卡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房卡？5月12号凌晨3点，看大堂，你去开房的视频，8220门口你给他房卡的视频，然后就是从8月12号的白天，一直看到两天嘛，一直看到8月15号。这两天白天，两个夜晚，你有没有进过那个房间？嗯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有？我现在就要你把聊天记录恢复出来，告诉我，证明给我看，你没有去当他的备胎，你没有上蹿下跳的去跪舔他，去讨好他。讨好他干什么？我只是去安慰一下他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在难过呢？你怎么会去的那么及时呢？是不是他在微信上跟你说了你很难过？还去的及时？那是就是在微信上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他很难受，很不开心。你一听他难受，他不开心，你马上就冲过去安慰他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。那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开心的？你说呀。这个头像是不是你啊？不是你啊。嗯。那这是谁啊？知道。离吧。是不是要离婚？离。因为你不给我看你跟这个女孩子聊天记录，你选择跟我离婚。离。行。现在就离。好。走。说可惜，我却不够醉。忍着痛摘下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听着风流下对你誓言的泪水，放心我还是会为你努力完美，就算我被抛弃，我的世界无悔。忍着痛摘下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听着风流下对你誓言的泪水，放心我还是会为你努力完美，就算我被抛弃，我的世界无悔。我一向很低调，是因为把所有傲气的高调都唱进了歌里，听到的技巧它终于被踢掉，得怕我的兄弟们道一声恭喜。玩不动做旧的综艺，只想把优秀的作品唱给你听，再不行用心的被当成空气，所有的呕心沥血被你否定。 Right， 我只想做一个标杆，告诉你努力的歌手就该像我这一样，藏好那所有在背后的心酸，等离开不后悔来走这趟，练到让大脑都缺氧，追求过生命力偏执的现场，还是跟
人尽心为尽，当孤独的承受着再一次落魄。我还在为你寻找亮起闪光灯的相应，我还在为你破解游戏跟着时间较劲，我还在为你把生活的难题全部搞定，我还在为你能够看到选择门被走进。不敢给你打我又被淘汰走的电话信，妈妈以为他们可以看到我就急得进化，惊讶我讲了苦的笑话，害怕我不敢告诉他我信话。王还说如果我可以到最后，也许我就可以给你们买一个房子，不大的房子，但可以用来证明我成功的方式。总爱说如果我可以到最后，也许我就可以给兄弟搭一个棚子，不大的棚子，但足够长我们想唱的拍子。忍着痛摘下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听着风流下对你誓言的泪水，放心我还是会为你努力完备，就算我被抛弃，我的世界无悔。忍着痛摘下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听着风流下对你誓言的泪水，放心我还是会为你努力完美，就算我被抛弃，我的世界无悔。先朝你变态的疯子，亡命的淘汰我天大的讽刺，敢不敢让 GD 也不光一次见识下技术流最高的档次，希望碍眼的挡着我的面来对我挑衅，不敢进的圈子我也早就已经跳进，做事关不透这规则没有习过妙运，但我蹂躏逼的同时还能接过妙运，几个混蛋门口才被开始淘汰的，更加不出我的意外的，还在可以刷票的说笑的，全部都是异类的，该把自己变成意味在天海的精卫，不会再被游戏刻意的击败了，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期待的，流量和数据呢都与我无关了，除了在选择们谁可以把我给淘汰了。我答应过你我一定可以，我绝不后悔，不到结局不想说可惜，我绝不后悔。忍着痛摘下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听着风流下对你誓言的泪水，放心我还是会为你努力完备，就算我被抛弃，我的世界无悔。忍着痛摘下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听着风流下对你誓言的泪水，放心我还是会为你努力完备，就算我被抛弃，我的世界无悔。